我今天穿这身怎么样？太正式。但是跟你见面就必须得正式。饿了吧？这是我为我们做的菜单，每一道菜都是我亲手做的。有黄豆猪手，可以补充胶原蛋白。哎，听说你喜欢吃虾，但是又嫌剥壳麻烦，我全部帮你变成虾蓉了，味道不错吧？还有你最爱吃的牛排，但是你不用担心发胖，因为我加了芦笋，可以降脂减肥。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，那就为我投票。我是四十哥哥董年磊，因为我有四个石头。